北不夜川江岛，川中岛现在唯一剩下的一栋最值得怀念的景点。其实这岛人是日本时代去的啦，伊是台湾拄啊光复了吼，啊才顶翻的。导游带领大批游客来到清流部落，第一个介绍的就是这栋部落内年代上古早的老厝。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带起了无下事件相关人事部的旅游风潮。当时控制原住民后代所住的清流部落，成为吸引上侪游客前往的地点。很多，部落来的很多。最近我们就是为了这部电影拍过以后。每天可以说六日游客更多啊，就是平常以前是没有什么一到五都没有什么游客，但是这个电影拍过以后哈，每天都是有一些散客，这游览车的也都会过来。只是大部分游客来到这，除了听导游介绍清流部落相关历史背景以外，多数拢是抱着看风景的心态来到部落观光。因为电影的关系来了解这个部落嘛，对啊，是啊，嗯，啊是想要来了解啥？要搁看伊较早安那样个生活，安那样倒来的啊，安那样行倒落来啊。是因为电影的关系来吗？为了赛德克巴莱，对对对对对，嗯、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对，还有游览车呢。是要来看啥？看这边的民情啊，看这边的遗孤。嗯，啊，恁希望踮这看到啥？看到原始风嘛。看风景啊，啊，看因这部落做的代志啊。啊，是因为电影的关系来吗？嗯，啊，差不多啦。啊，你希望来这了解啥？了解因这的环境。那我们带游客进来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他了解，雾社事件它跟这个地方息息相关的部分在哪里。大致上就是第一个，他们当然就是他们原住民他们的整个族群的习性啊，还有这边的地理环境特殊。那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择这个地方囚禁这些移生者？那为什么？是因为环境造成，还是说那边地形的特殊哈？那在移生纪念馆里面呢，它就陈列的非常详细，而且还有图文并茂。哦，照片非常珍贵，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照片非常珍贵，好几幅哦，非常多。那包括里面哈、哦，它发生的这三大事件：人质关事件、解面人事件、雾社事件，第二次的雾社事件。那它余生纪念馆里面呢，它的资料非常的完整。无唔对，除了看风景、听导游介绍以外，来到清流部落，目前上重要嘛是唯一会当参观的，就是余生纪念馆。只是。纪念馆大门却锁掉咧，规大厅内甲遮游客只会当徛伫外口欣赏，听一了导游的介绍，根本就无清楚来甲遮是要看啥物。啊，特产啦、啊！内底是啥？你敢知？知。啊？唔知。袂当入去吼？袂当入。为虾米？门锁咧吗？吓啊吓啊！哦，啊，所以你嘛唔知来遮内底要看啥？唔知啊，伊就甲介绍这外口的迄落啊，算讲，敢那讲迄落大个所在呢。什么时候会开放？六日前天后啊，一上午，我有一般游客他们会联络我们这边导览。一般自己开车来的。一般都要跟那个我们导览这边联络。哦，所以变成需要联络就对了。有上网。医生纪念馆。主要陈列无下事件相关资料，参观医生纪念馆，会当借由这的老相片甲文献资料，更加清楚无下事件过程。只是平常时大门拢锁咧，部落表示，因为人手无够，目前只有假日，也是事先预约情况下才开放参观。因为我们怕有时候小孩子在那边弄坏啊，所以是有人有时候被他关起来是没有错。客人来了，我们又没有适当的。那个导览哈，这一次我们就去乡公所受训以后，我们选择适当的有素质的这些导览啊，我们就会把那个按照适当的方式哈开放。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有导览员或者是地方的人来配合的话，进向我们那个仁爱乡公所的观光产业科，我们也会乐意的来协助，让地方社区的人员，甚至我们这边也有派两位哈正式的导览员来这里来做介绍。我们已经在做里面内部的规划跟加强，另外就是让它能够合法化，常态性的开放，也是我们这个预期啊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。纪念馆无阿多参观，游客伫导游简单介绍以后，规阵人就只好踏上回程之路。难得电影所带来的商机，这款的情况，部落敢有机会赚钱？
其实有游客来到部落，都有赚钱的机会，卖一挂部落土产，居民都有人开始摆摊做生意。一般是我们的那个原，我们这边的特产。嗯，特产。嗯，比如呢？比如说蜂蜜，啊，还有那个什么，我们九号台九号的米。啊，还有野生的一些那个什么古茶油。这边的特产就是这个，好，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马告鸡汤粉、川中米，好，这边的是川中米，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野苦瓜酒，然后也有这个我们这边的糯米酒。在地的织布的东西，自己吃的、自己缝的，哎，也就是说有一些特产自己种的。什么香蕉啦、豆子啦，有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喜欢的就会买，那不喜欢就参观一下。居民表示，生意总是比电影放映前来较好做，因为游客加几啊倍，只是要讲好，其实也无真理想。就是希望是要更好啊啊！就是说我的东西也只有这样，我也希望他每一个部落都是这样啦。他们有的是给我讲说，哎，以前没有，现在很像，都很像，东西都蛮多这样子，有的会这样讲啊，有的是说啊，要再进一步的再多一点也比较好这样子。有人条无钱条，这就是清流部落目前让人感觉上可惜的所在。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和清流部落在一夜之间变成人们的观光景点，可能是令部落居民料想未到的一件代志。大批游客来到部落观光，除了少数居民知影趁机摆摊做生意以外，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嘛是甲以往同款。就以上人们的医生纪念馆开放时间，虽然有调整，但也是无阿多满足游客需求。那他并没有把这个讯息，就是说，来到这边使用的方式哦，那联系的方式怎么样？目前还没有很正式的对外整个公开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只能他们旅行社要进来这边，大致上只能透过我们当地的山庄旅行社哈、哦、跟山庄之间的联系，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联系到野生纪念馆的管理哈、哦，然后可以进入到里面参观。在部落里面的一些工艺师，包括一些农特产品，他没有一个比较，让人家能够。轻易就能够接触的一些，对话的一个空间。很多外地的游客进到部落来，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的平台，这是很可惜。因为他们的才艺、他们的工艺，包括他们的歌谣、包括舞蹈，需要一个很容易就跟消费群或者是跟游客来做互动、来做介绍。部落居民表示，目前因所有的就是这尔，因当然想要趁这个机会加趁一寡钱。如果相关单位会当提供协助，当然嘛是因上期待的。这些单位在让我们能够说，这个所有这个地方都有一些多样式的东西，让游客进来看的，就是有一些比较像在我们的社区方面呐、啊，或许是说我们的。像东西哈，希望也是在这个相关单位都要支持我们。部落发展观光，仁爱乡内其实多年前就不断地推广，效果却不是真好。难得有如此的机会，若无好好把握，嘛实在令人感觉可惜。暨南大学组长朱碧芬表示，第一步要做的，就是将部落居民的力量组织起来。他应该从一个小的组织开始，然后再从一些硬体。意象的营造，其实这个意讲起来是不是很复杂的东西？其实就是把他们以前生活的情境去恢复。那如果他全区恢复有很相当的困难，可以选择局部的点，局部的点可以让游客去身历其境。其实更深入一点，他还可以住在那个早期我们赛德克巴莱的住宅里面，搞不好住石板屋。欸、搞不好一天晚上要花5000块，也许这是一个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哈、哦。就是说基本上，这用这样的方式去慢慢由小而大，从简单到困难哈、哦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机会。学者指出，电影日雕早晚会退掉，只要部落特色甲观光资源做出来，以后也是会当吸引游客不断前来部落观光。如果无想要失去这笔观光财，公务部门甲部落居民应该赶紧动起来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